出去玩。嗯。出去讲一会儿就去走。还说你要？我吃完了，那你要出去也可以啊，走吧。晃一晃，透透气。是啊。耶。你晃很大力吗？耶！不要这么大力。大力一点。不行，这个树。快起来的罗拉。这个树干会掉，会断掉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。好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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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很恐怖，真的还蛮恐怖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现在跟我小朋友推那个。对呀，我就感觉有点像，怎么这个氛围变那么奇怪？那你这几天都住这里的话，他是不是都见不到你嘞？对啊。嗯。其实我还蛮想他。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我仔了。小朋友现在三年级了。对啊。我女儿现在二年级了。对啊，很头痛哎。超可爱的。教育真的。我在辅导功课的时候就很头痛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拓展题超难的。我根本没有办法辅导他功课。我看到很多题目，可以叫我来辅导，我辅导还很厉害。真的啊？对，你不说刚刚有话对我讲吗？我在想，如果昨天是女生先选，那我找了你，你会在我没有说我自己的事情之前告诉我？会啊，因为你是我要讲的人啊，对吧？嗯，很明确就是。好吧。那说明你对我还蛮坦诚的。就我现在这个人，我觉得唯一的优点就是坦诚吧。对自己也很坦诚，对别人也很坦诚。还有，你在尤里克面前也不显得很瘦好吗？你在我面前也不显瘦。OK。我踹死你！好好笑啊！我都这样就好笑。我一起。